到到到，左边的电梯。好。呜呜。这个管理员终于起来了，泰国，对，这是泰国的警卫醒了。那我现在是谁？我现在是谁？我现在变成男的了。我刚刚本来是女的，现在是怎样？现在我没有内内了，现在是变成我是刚那个警卫，是不是？警卫终于发现医院怪怪的嘛，所以现在就变成我现在使用的这角色就是警卫，就是警卫了。哇，高级还有手电筒，我刚还是手机耶，拜托。有人在吗？不要在里面做巡视该楼层。你们不要看人太专注，我记得有空的话帮我转播一下，我会感谢你们。啊，这边锁住了。这里嘞，今天好像有些不对劲。这种医院看起来哪会那个啊？你不是说你只是看鞋子？没有，他鞋子也不一样，真的，他鞋子也跟刚刚那个女主角不一样。有人在讲话，有人在讲话。其实当保全也是一个，当警卫啊，这种尤其是夜班也是很可怕。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这里可以打开哦。有没有在里面啊？有没有在里面？呜呜呜，好酷的音效。这里呢？我觉得他这游戏移动视角真的是很设计的不是很优诶。刚刚被盗，少骗了。画面不精致，不行不行。Got a feeling that something. 我有些不祥的预兆哦，我有些不祥的预兆。所以呢，不管以后有没有工作，就是不要干警卫这种事。晚上很可怕的。锁住了，锁住了。这个也锁住了。这是什么？检查表。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那种奇怪的声音。有奇怪的声音欸。放我出去啊，人家只是一个保全。锁住了锁住了。他进得来出不来。进得来出不去。我在讲什么？他们打开，他们打开了。可以攻击吗？不行攻击。我来到了办公室。为什么那种奇怪的声音？你没有听到吗？啊，那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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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提到，哈，这个纳帕旺医院有发生了一起争执，哦，事态越来越严重，惊动了警方。哦，女护士贾拉威波恩皮塔，这名字好长哦。然后查，由于遭到医院内六名病人的暴力骚扰而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目睹事情，有经过了其中一名病人表示，贾拉维小姐一向对病人态度非常差，哦，她非常的凶残和暴力，她对待病人如同动物一样，有时更糟糕。我看见她因为一名病人不愿意吃饭而打她，这种事情哦，到现在社会都还是有，都还是存在。好，下刀吃手手，这个声音不优。那我下去哪里？机会教育。你们都不睡觉吗？自己打开，哇塞，迎接我是不是？哦，嘎！你们看，这是啥？干恶欸，我可以不要过去吗？这有点恶心，你们知道吗？他看着我是不是？嗨，你是娃娃吗？还是小婴儿吗？安娜贝尔泰国版，呵呵呵，我过去了，看一下看一下。啊，你弟弟，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的？谁把你丢在这里了？啊！我后面哪有东西？后面只有水树奈奈而已啊！啊，弟弟，不理你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他一个人坐在这里耶。弟弟的嘴巴想吃吃，那我喂他吃。我喂他吃脚脚。有笑声？什么笑声？我觉得那娃娃一定会移动啊！他转过来了，小心哦！
西。我可是，我有小火龙哦，我有小火龙哦，小心我用小火龙跟他对付他。那个谁，那个芝啊，0324不是说要睡觉吗？到现在还不睡。我可是还有别人哦，我还有史迪奇保护我哦。我史迪奇保护我哦，不要想欺负我哦。不管，开门。哇，自己会转是不是？不要跟着我，不要跟着我。我背对走，背对走啊！我可以把门关起来吗？他等一下一定会跟着我。哎、欸，他刚才发亮，不见了！他瞬间移动。等一下，我先讲哦。如果我有骂脏话的话，不要怪我。他瞬间移动哎、欸！我要走哪？锁住了，锁住了。没事，资源回收桶哦，大家记得要做好回收。厕所是不是？这泰文听不懂啊，腾腾门的腾腾偏偏偏。啊，小心哦，注意了哦，有谁？有谁？有人在讲话，慢慢回头。不要想吓我，我跟你讲啊。那我走这个门，锁。我刚来了，走过了，对不对？别逼我，别逼我！沙发，又声音，没人啊！锁住了，这里的大家看一下，看一下，今天好多人哦，所以才要永远不回头。永远不回头。这个电视怎么没有关呢？关闭。永远不回头。I'm so happy today. I made a frie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Her name is Marissa. She's so sweet. She's always happy to see me. I can see it from her smile.Thank you for being my friend, Marissa. P.S. I hope I don't let you down. 哦，今天我非常开心，我认识到人生中第一个朋友。哦，她的名字叫玛丽莎。
他人很好，我觉得他每次见到我都很开心。从他的笑容中能感受到，谢谢你给我这种感觉，玛丽莎。希望不会让你失望。好的。干！他怎么走得比我还快？好，晚安哦，拜拜。没有，因为我如果跟他同时念讲的话，我怕两边的声音会那个会冲突到，所以我会等他这个原文先讲完，我再讲一次中文这样。啊，你告诉我，你干你！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在这里？还换衣服？你怎么动作那么快啊？这看起来那种丑陋的娃娃。哇，你动作好快呀！换衣服还可以跑来这里，是不是？我要看你的脸，我看你的脸。来，我来看，来，那我帮你打光，来打光一下。嚯，很厉害，还暴气把椅子给弄倒。贵芬保护你，谢谢你。害我在家叫了一下，然后嘞。不管他要出去了。ขอนำเสนอชุดมีดอเนกประสงค์ชุดมีดที่มี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มาพร้อ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หั่นทำไมโฮสอะ刚刚怎么会有声音我不是电视关掉了吗啊刚刚声音哪来的写个那个签到表，我要进来了哦。什么声？什么声？这什么也没有，有东西有东西，看一下。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提到，高中少女被有发现哦，遭到谋杀。高中少女哦，记得哦，高中少女就是要小心哦，要不然那个会遭到谋杀。要小心哦！啊，这里就这样吗？那就没了吗？那我出去了。
看娃娃还在不在？还在哦，还在这里哦。他像穿蓝色衣服、蓝色裤子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离开这诡异的地方。锁住了啦！那我现在到底要去哪里？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这娃娃看得很碍眼呢、欸，哦，真的是哦。这个也看过了啊。I'm so happy today. I made. 看过了。还是这里桌上有什么东西要看？那娃娃可以不要抓在这里吗？看人讨厌、欸。看来找不到路啊，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走哎、欸，是不是？哦，这也可以走啊！进来了，这里对不对？这个宝群真的是很衰耶、欸。锁住了、啊。如果大家累的话，可以早点睡休息哦，没有关系。都是椅子，好可怕、啊。过不去，有声音，在哭哦。我觉得他要跟进来了啦。锁住了，心脏跳很快、欸，你吗？你说你吗？这里吗？啊，路都堵住了、啊，我路都堵住了、啊，有办法爬吗？不可能爬不过去啊！是滑出去了。因为这里也过不去啊，这里也过不去。
所以你是爱看又怕是不是？爱看，喜欢看又怕。好，出去了。哎呦，被堵住了耶，是不是？被堵住了，被堵住了。那我总有路吧？哎，不让我出去了耶。史上最长的那个保全警卫。啊，可是我家没有路走啊，我没有路走哎、欸。没有路走，怎么办？还是刚刚的门可以推开？重点是恐怖游戏都被你玩得好好笑。这里吗？这里是不是？一定就是这里啦！哎、欸，屁啦！我家也这边打不开，骗笑啦。推推看，推推看。真的锁住了，确定锁住了。收集东西吗？可是我目前看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哦。那有的话，它亮亮的，很明显。不可能跳过去啊！是不是？是不是？哦，这边可以走了。Something isn't right tonight. 总觉得不太对劲，总觉得今晚和平时不同。哦，那他平时是长怎样？我真想知道。喂，这也推不开啊！什么奇怪的地方啊？什么声音？干你娘！小美美跑过去，吓死我！差不多要关了。屁眼呐！你头还会这样旋转是不是？我来看，我来看你都会转，我要看你都会转啊！你，哦哦，他干嘛？他干嘛？
为什么？警卫就昏的。Where the hell am I？ 我究竟在哪里？好，那呢，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里啦。好，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里了。哦，剩下的我们等明天。好，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播出。我要把一些部分啊留到之后。我要不然玩得太快的话，这样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游戏可以玩。哦，那我们今天这实况就到这里喽。哦，你们大家早点睡觉，早点睡觉。哦，好不好？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早点睡觉，早点睡觉，真的哦，早点睡觉。好，晚安，拜拜。